按成长，加速换，不是减速换，用加速的方式来换，就是你换到你要的车道，你比后面的车快，这样才行。你比他慢，那换过来是很危险的，尤其在高速公路。如果换过去要造成人家后面的人要刹车，那就是不对了。前几这个没有钱，没有奖金，很可惜。还有，只有环保的有啊，对吧？哎，乱丢垃圾、乱吐痰的那些啊，哎，那些有。前几他有奖金，有交通违规的没有。哦，如果有很多人都要靠这个生活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根本不用工作啊，光捡起，光捡起这个就行了。拿一个薪水。对啊。减速，怕有人会闯红灯，早一大早哈，就真的可能会发生的，哦，一堆人。